好的，大家晚上好。每天呢，我们开始的时候呢，总是只有几个人，但一会呢，就会有来进来很多人，所以我是希望大家伙呢，说一说，提前组。什么时候是主谓宾呢？就是提问动词的时候。我吃饭，我搬然后走，有很多朋友进来，也不是。就是 concentrated 的做瑜伽，我感觉他们实际上是在闲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正式开始，我们还是先做准备活动，拉伸一下。你的脚尖落地，脚尖落地，那我们那个末梢神经啊，就是微循环。加快它的微循环，人的很多那个经络都在我们的脚尖上面，所以这个脚尖的按摩非常重要。另外，我们推着走路，对我们的平衡系统呢，是一个很好的锻炼。你这样走的时候，你拉伸拉伸，你感觉到自己啊，就是。你老做这个动作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你不会驼背。OK，我们来做一做 I love you，大 R，脑袋往上，尽可能去找肩胛骨。眼睛看上面的手，尽可能的把你的嘴巴合上，手往后拉，脚啊，这个手往尽可能拉直，很多人只能拉成这个样子，但是你慢慢的使劲，慢慢的使劲，你就可以拉直，脑袋也是去找你的肩胛骨。OK，love，有很多朋友可能只能做成这个样子，可能干脆只能这样放，都没有关系。你一点一点的去做，慢慢就好了。还是一样的，脑袋还是去找肩胛骨，还是把你这个胸脯给拉开。又，同样的啊。脑袋一直试着去找肩胛骨，那得重新放下，就是这么几个动作做下来，我就开始的微微出汗了。所以做动作的时候，你在串你的，就是做到你的极限，你就一定会有收获。好，现在拉一拉手。这个手最好是呈90度，或者是小于90度，但是有很多朋友的手，他可能就只能是这个样子，拉不到也没关系，就是只要做到我们的 best 就好了啊。机器这个拉的时候，就是你感觉到在使劲，不是轻轻的这样子啊，不是，一定是拉伸你自己，好，出去放下。二，出，三，出，四，出，五，出，六，出，七。出八，出九，出 OK，最后一次吸气，出 OK，放另外一个手，这样把它拉到90度或者90度以，比90度还小的角度，
吸气，出，二，出，三，出，四，出，五，出，六，出，七，出，八，出，九，出，最后一次吸气，出 ，OK。现在把两个手放在肩膀上，往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往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OK， 现在我们肩膀已经放松了，我相信。下面我们把脚抬起来。OK， 还是坐住脖子，我觉得脖子很重要，不小心就那个扭了啊，把头低下去，然后抬起来，一、二，怎么回事？什么感觉吗？然后我们这条链子可以把它那个音频伴奏的调会发给大家了，所以大家课下在练，可以先跟着我这块讲解的部分先，因为可以看到我的脸。怎么串台了？大家发作业的时候，可以根据我给大家录制的音频。七、八、九、十 ，OK， 脑袋朝左，用手去抱着你的脖子，慢慢往右，互相按摩啊，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OK， 脑袋朝右，慢慢的往左。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OK， 用右手抱着脑袋，往右拉。用左手抱着脑袋往左拉，然后你抱着脑袋往侧看你的下窝。OK， 换一边。然后我们再拍一拍啊，那个手。这是手板伸出去，再窝起来，然后摔到最远的地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OK， 换另外一个手，还是要窝起来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现在整个我们的上半身啊，都血液循环的 warm up 了啊。
然后把手把脚抬起来，就靠近你的身体。练一练我们的腿的力量，也练平衡。如果你做这个的时候，你总是摇摇晃的，没关系，你就看到一个点上。如果你的脚抬不高，你就放下去一点。你实在是这样子还会好摇摇晃晃，那你一个脚趾头放在垫子上，然后脚跟靠在另外一个脚上。现在把脚伸出去，往上拉，然后再回来。这个呢，这个动作可以自己一个人练的时候多练一练，练练我们的腿劲是非常非常非常有用的。这人最怕的是你腿部的肌肉，lost 啊 ，OK， 放下，要练我们好了，我们另外一个腿还没做啊，抬起来，尽可能靠近你的身体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还可以呢，就把你的这个脚绷直。这就是把你这个筋啊就拉得紧紧的，就这个时候会出现个什么问题，如果我们的血液循环不好，这个时候可能会抽筋，那你就放松放松你的脚。如果你感觉到有那种抽筋的感觉，你一定把它放下去，然后慢慢去按摩它，按摩的时候它就会就是暖和过来，暖和过来以后你再继续做，不要感觉到抽筋了，就是你感有一点点那种感觉你就停下来。OK， 伸出去。你如果把这个脚这么就是使劲的把它绷直的话，也有可能会抽筋。往上抬。然后再回来。OK， 放下，我们现在按摩一下腿啊，就是慢慢的往下压啊，这样子压，压下去，能压到多远是多远啊，最好压到脚踝的地方，然后往上按，两个手慢慢的摁。这个也是加强我们的微循环啊，慢慢的往下按。然后一点一点的往上按，按三次啊。OK， 换另外一个脚，你手慢慢的往下按，然后一点一下一点一点的往上，就是按，刚才是整个手。慢慢的这样往下推，现在是往上一下按摩，按按，然后再慢慢的下去，手下去，然后再两个手一点一点的按上来，最后一次往下按，往上按上来，然后我们再拍一拍，脚跟落地。
的从上往下拍，来回三次，两个脚是直的啊，你能拍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，就是最后你要拍到能够到你的脚踝的地方啊，来回三次，这个对膝盖非常好。再往下换另外一个脚了啊，往上按，往下拍，往上，来回三次。OK， 活动一下，活动一下，然后甩一下。这个甩的时候注意啊，不要往两边甩，往后，尽可能靠近你的身体。OK， 我们再压一下，压一下腿，一、二、三。四五六七八，如果我们没有 warm up 很紧的话，这个都会受伤的啊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换侧拉、侧压，往侧压去压这个大腿的下面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八换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，OK， 然后抬一下，抬一下 ，OK， 站在垫子的前面。吸气，出，脑袋去到小腿，两个手撑在垫子上，下左脚，下右脚，下船式，你的脚跟尽可能的去找地面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脚跟贴到地面上面，脑袋去找地面，胸背部拉直，均呼吸。如果你的脚跟不能踩到地面，你可以试着一个一个脚下去，一个脚下去，一个脚上来，就是一个腿一个腿去做。这样的话，到最后你两个脚都能够踩到地面上。这个动作非常好啊，它可以加强我们拉伸和那种血液流向我们的脑部、腿部的筋和手的支撑力，它整个身体都在用力。OK， 拉平平板，拉平的时候注意啊。有的朋友可能手的力量不足，就可能就下去了，或者是这样撑起来。我们尽可能的做到拉平，身体是平的。均呼吸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OK， 膝盖放下。脚背放下，现在回到婴儿式，均匀呼吸两次两三次，然后这就等于均匀呼吸一下子，就是让我们呢少多休息，然后脑袋沿着地面慢慢的往前移动，然后钻出去。这叫眼镜蛇式。现在我们吸气的时候往下，出气的时候往上啊，吸，
出，用你的手的力量支撑到你的身体，放松你的腰部、背部和臀部，一定不要让你的腰使劲。这个动作实际上呢是断，是放松了腰部啊，有那个腰间椎旁突出啊，腰部有问题的，做这个动作实际上是很有好处的。OK， 吸气，出，吸，出，吸，出，最后一次吸气，出，OK， 用我们两个手撑在垫子上，两个手合在一起啊，交叉一起，要下巴去靠紧你的手，下巴去靠近你的手，然后吸气的时候呢，脑袋带动你的脖子慢慢的往上，但是不要把头弯起来啊，他们俩一起平平的上去。OK， 吸气，出，又回到你嘴那个下巴和手相那个相接啊，再吸。出，再吸，出，四，出，五，出，六，出，七，出，最后一次吸气，出 ，OK， 回到下犬式，回到下犬式，同样的，尽可能用你的脚跟落地，脑袋去找地面，背打直，臀部往上抬，深呼吸。吸气，把脚抬到最高，脑袋去找地面，把你的左脚抬到最高，脑袋去找地面，然后脚呈九十度，左脚两手中间跨，这个左手跨到你的两个手的中间，如果你一次没有跨上去的话，你的膝盖就会超过你的脚尖，这样比较危险，所以我们用我们的手把它抬上去，然后左手打开，均呼吸，眼睛就看上面的手，左手打开的时候尽可能的往上往后拉，两个手放在脚的内侧，两个手放脚的内侧，如果放在脚的内侧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一般的朋友啊，你做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，如果你觉得你可以，就把两个胳膊的放下去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，OK， 两个手放在脚的两侧，上右脚 ，OK， 脑袋去找你的小腿，两个手放松，放松你的两个胳膊肘，均呼吸，每呼吸一次，让你的脑袋更接近你的小腿。
吸气，把你的两个手放在膝盖上，身体和地面平行。这个时候你不能低头，低头你的背部就弯下来了，你只能尽可能的头抬起来。均呼吸，这个动作相对呢是放松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到放松了。然后我们拍一拍我们的膝盖，拍拍膝盖的两侧，拍一拍大腿，大腿的后侧，拍一拍小腿的后侧，拍一拍小腿的前侧，然后再按摩一下，按摩一下膝盖。OK， 微微弯曲膝盖。吸气，两个手合起来，如果可以把脚尖垫起来，如果可以的话把眼睛闭上。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做很久，也是一个平衡的锻炼。如果能够把眼睛闭上，那就是更好了咯。保持均匀呼吸，OK。脚跟放下，眼睛看上面的手。这个时候注意收腹，均匀呼吸。吸气，两手相扣在后面，下右脚。现在下右脚，你的脚可以成蹲肩步，如果力量大的话，就。大腿可以尽可能的平行地面，吸气，出，用胸脯去找大腿，上面的手往上抬，均匀呼吸，吸气，起来。出，两个手扶起来，手心向上，靠近你的耳朵啊。深呼吸，你的大腿平行地面，你感觉到重心在两条腿上。深呼吸，用左手去抓右手，往左拉。OK， 回到垫子的前面。瑜伽都是对称的，我们刚才做了一个方向，现在我们做另外一个方向。回到垫子的一端，吸气，出，脑袋去找小腿。两个手撑在垫子上，下右脚，下左脚，你可以跳下来啊，两个脚跳下来。你看，如果在这里的话，跳下去。现在是下船式，我记得有一个人给我提意见说，最基本的动作下船式我都不做。OK， 大家注意你的脚跟尽可能的落地，如果脚跟没有落地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试着一个脚跟落地，然后换另外一个脚。均呼吸。 OK， 我们再拉平平板，注意平板的时候是平的，不是斜下去，
也不是翘起来，是平的。均匀呼吸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OK， 膝盖落地，脚背落地，我们回到婴儿式。呼吸两次，然后我们的脑袋沿着地板慢慢的往前移动，钻出去，眼镜蛇式，注意放松腰部、背部和臀部啊，手，你的力量在两个手上，吸气，往下。出，用你的手撑起来，再吸，出，三，最后一次吸气。出，一定不要让你的腰使劲啊，一定是你的手在支撑着。OK， 现在我们用两个手去抓你的两个脚，这个也是治疗我们的腰部啊。均匀呼吸，OK， 回到三角形，回到下犬式，这是我第一个老师教这个的时候叫三角形。把右脚抬起来，抬到最高，脑袋去找地面。然后90度，右脚，两手。中间跨，如果没跨上来的话，把它抬上去，一定不要你的膝盖超过脚尖啊。右手打开，眼睛就看上面的手。右手打开的时候，注意尽可能往上、往后拉。均匀呼吸，OK， 两个手放在脚的内侧。右脚的内侧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这样做就行了，两个手支撑着啊，也是要有一定的力量的。就如果可以的话，胳膊走下去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两个手放在脚的两侧，上左脚。脑袋去找小腿，均匀呼吸，放松你的肩膀，所以这个肩和手你是不用使劲的啊，随着你的呼吸，你的脑袋越来越接近你的小腿。吸气，两个手放在膝盖上，身体和地面平行，均匀呼吸，放松。OK， 拍一拍膝盖，拍一拍膝盖的两侧，拍一拍大腿，大腿的后侧。小腿的后侧，小腿的前侧，再按摩一下，按摩一下大膝盖。OK， 微微的弯曲我们的膝盖，吸气，把脚尖垫起来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把眼睛闭上，
均呼吸。OK， 脚跟放下，眼睛去看上面的手，注意收腹，不要把肚子挺出去。OK， 两个手，手心将扣在后面，下左脚，下左脚。你可以下的大一点，也可以下的小一点，就根据你自己的力量啊。吸气，出，胸部去找大腿，后面的手往上抬，均呼吸。吸气起来。出两个手，手心向下，去贴近你的耳朵，均呼吸。你感觉到你的重心在两条腿上，让你的右手去抓左手，然后往右拉，让你的身子往右拉。吸气回来，朝向正前方，用你的两个手去抓你的脚踝，脑袋去找地面，让血液流向我们的脑部。深呼吸。两个手撑在垫子上，慢慢的往前移动，在半米的地方，两个胳膊肘下去，脑袋去找地面，让血液流向我们的脑部，加强我们头部的血液循环，减少我们的白头发，预防高血压。深呼吸。OK， 两个手撑起来，然后两个脚往内收，坐下去，鹰式，两个手，手心向下，向内挤压，两个胳膊肘去支撑你的大腿，去加强我们小腹部的血液循环。深呼吸，OK， 吸气，慢慢的往上，慢慢的起来啊，小心头晕。搓一搓手，按摩一下我们的脸部，再搓一搓手，按摩一下腰部，大家可以喝一口水，休息一分钟。这个按摩这个腰部的话，你可以尽可能多按一会啊，按个二三十次。
OK， 现在我们开始做 balance。今天我们换一个好不好？吸气，左手抱着你的左脚，靠近身体，然后出，手和脚都打开，你可以保持这个样子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可以继续用你的手抓住你的脚。然后大腿平行地面，然后飞起来，继续起来，左脚放在右腿上，两个手心向下坐下去，吸气起来，不管你 balance 是怎么样去做，都是一个目的，锻炼我们腿筋，锻炼我们的脑部。 OK， 放松一下，我们换另外一条腿，吸气，用你的腿，大腿尽可能靠近你的身体，出，脚打开，手打开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然后大腿平行地面，飞起来，吸气，右脚放在左腿上，两个手手心向下转过去，坐下来，吸气起来。OK， 我们斜躺着。我每次都做这个动作，只要是觉得大家辛苦了，在这中间调剂一下啊。这个动作非常好，非常有用。它除了练我们的腹部以外，练腿肌，还有就是对我们的膝盖非常好。吸气，起来，你现在脚板是朝天花板，再出，然后慢慢的去靠近另外一个脚，但是不要放下去，不要放到那个脚上面，再吸出三出四出五，也许你的脚只能就伸到这个样子，也没有关系啊。出六，出七，出八，出九，出十，出，你们看镜子，你好了，怎么一会也出问题了？是我家的问题吗？那我们今天就不做加强版了，换另外一个方向。
吸气，出，二，出，三，出，四，出，五，出，六，出，七，出，八，出，九，出，最后一次吸气，出 ，OK， 躺下，继续练我们的腿的力，那个腹部的力量啊。两个脚九十四十五度，然后上下左多少次？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。OK， 放下。用你两个，用你那两个手抱着膝盖，按摩一下你的腰部。滚坐起来，我们滚一滚啊，八次，一，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如果你吃多了的话，这个时候做这个动作，那一定是翻箱倒倒水倒柜的那个胃肯定不舒服啊。现在我们做 baby pose， 现在是刚才是两个膝盖是放在一起的，现在是两个膝盖打开，脚尖在一起，然后我们趴下去，深呼吸，我们进一步拉伸一下，如果可以的啊，你要做不了没关系，然后我们用我们的嘴巴，谢谢。下巴和胸口去找地面，回来，回到金光座。现在两个手放在你的丹田。把眼睛闭上，均呼吸，心想丹田，忘掉所有的烦恼， enjoy 我们的瑜伽。吸气，两手拉平，眼睛睁开，出，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两手相扣在后面。我是认为所有的朋友都是老朋友了啊，就没有多讲。如果你有困难，两个手拉到一起的话，你就去拿一个毛巾或者一个什么东西去把你这下面一个手，下面手的指拇是这样的，你再慢慢往上拉，慢慢往上拉，这样你的手如果是上面拿不到的话，一般是下面那个手的问题。OK， 放下，吸气，两手拉平，出，右手在上。
左手在下，两手相扣在后面，均呼吸。这个动作也就是在验证我们的肩膀有没有问题。所以为了我们不得肩周炎，大家尽可能多的锻炼这个动作。如果你拿不到的话，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办法，就把你下面那个手往上提，让它慢慢的就拉开了，那个筋就拉开了，就不会有炎症了。OK， 还有就是做这个肩关坐。肩关坐的话，它就是它的主要问题在哪里，在我们脚踝的正面，那就是脚踝的那个筋你没有打开的话，你坐这里就会很疼。这个时候你这个脚背上面放上一个小枕头，一个圆圆的，就是把毛巾卷起来放在底下，你就慢慢就好了。我以前是一做这个就疼的，一秒钟都做不了，干脆就不能下去。现在我就这么随便怎么做都没有问题了。所以坚持锻炼总是会有收获的。好的，我们坐下来。这还是又回到我们的蝴蝶式啊，呼啦呼啦一下，先按摩一下我们的臀部，这样是按摩一下臀部，然后两个手抱着脚尖，两个大腿活动起来，像蝴蝶一样的呼啦呼啦。你这个现在我们做的这个时候啊，就是这两边好像都放松了，所以就很容易的了，就活动起来。如果当然了，有的朋友可能只能是这个样子，拉成这个样子没关系，我们慢慢，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手去压它，慢慢的，因为我们做到这个时候，你压它、按它，除非会有一些坑感的话，一般是不会受伤了。在我们做那个有点难度的动作之前，我们还是先呢尽可能让他的肌肉放松。OK， 首先我们把两个脚稍微放出来一点啊，这一次呢我们用额头去找脚尖。吸气，出，用额头去找脚尖，吸气起来。当然，在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动作可能有难度，但慢慢的，这个动作还是比较容易做的啊。下面我们再做更难一点的。把两个脚去靠近你的身体，尽可能去靠近你的身体。现在呢，我们让我们的小腹部去贴我们脚后跟，那背是直的，不要弯啊。先吸一口气，出，吸气起来。 OK， 现在你的大拇指、脚拇指去亲一下你的鼻子，那有一天你的脚就很轻松的放到你的脑袋后面去了。 OK， 现在做一下倒立。开始做倒立了以后，你的脖子和脑袋都不能动了啊，因为所有的力量都在你的脖子那里。但是这个动作非常非常好，它可以让血液流向我们的脑部，让锻炼我们的肩椎、颈椎。
OK， 大家继续。我去拉音乐。大家可以把衣服穿上，袜子穿上，坐瑜伽放松休息术。瑜伽表。闭上眼睛，全身放松，注意感受自己的呼吸，让你的呼吸缓慢、深长。从冥想开始，冥想的大脚趾正在放松，其余的脚趾头、脚背、脚底、脚跟、脚踝正在放松。两小腿胫骨、小腿肚子、两膝膝盖、膝盖窝放松，大腿前面肌肉、大腿后部肌肉、腕部。臀部放松，把注意力放在背部、肾脏、下腰背、上背，放松。左腹、骨内脏器官、胸腔、肋骨，感觉到心脏正在放松。再把注意力放在肩膀、肩关节、上臂。手部、前臂、手腕、手指头、手背、手心，放松。注意力放在头部、头皮、后脑勺。额头、面部放松，脖子、脖子的前侧、后侧、左侧、右侧放松。现在感觉到全身，从脚趾头。到头顶，感觉到从脊柱的底端到顶端，全都放得很松。活动活动手和脚，
分时的方向转三圈，然后逆时的方向再转三圈，然后握紧你的拳头，握得紧紧的，紧紧的，松开，再来一次，握紧你的拳头，松开，最后一次，把拳头握紧了，紧紧的，紧紧的，松开。OK， 朝右躺，用左手撑在垫子上。怎么了？我这个全都反了，借方向了。嘿，今天不好意思啊，这个东西它怎么会换方向呢？非得我来手动它一下。OK， 现在我们收工。还是你可以是双莲花坐、单莲花坐，或者是瑜伽的基本坐姿啊。吸气，出，再吸，出，吸。出，谢谢大家。OK， 大家有什么？